来，直接团，谁走前面？ 坏了，我被闪现 A 了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来！我怎么一个头没有啊？哎，我操，一点钱没眼吗？难受，难受！我靠，被谁给上路送了个头啊？哎呀，有点烦、啊。我靠，感谢阿妹400个磁铁，没做嘛，一点亏。谢谢阿妹400个磁铁，感谢老板。 也是在积攒运气了，积攒运气。着陆了。应该这样说，大火快抽啊，有人在当垫子。哈哈。潘森好像交闪现了，潘森。浪潮逆转。因为打不过，怎么办？交闪现了。 你来踩一下，走 W， 我靠，阿妹妹真抽到了，超手，她真抽到了，那还行啊，几百个中的，感谢阿妹妹的这个超级守护，我靠，老板大姐老板，真抽中了，电刑，你打不出来吗？ 一起来踩 ，W 变形，我操，就差一下，感谢阿妹妹的超手啊，700多吗？那还行，小赚。我记得这两天直播间挺欧的，看不回他炸了呀。没事，你 Q W 直接带走吧。 人家是点的海格之闪还是什么呀？直接把我给弄死了！我反正给他越了，给他越了。 真欧，我昨天三个操作，今天刚开播就出了一个，还挺赚的那种，有点欧，一起来走 Q 踩一下 ，Q 拉开，然后打不到我，完美。哦，直接W，捡一下，遇到他身后捡一下，我操，点人！ 送你回家，最后再挂。怎么说？第一把我们手感冰冷，第二把直接热起来了，你觉得呢？还行吧，我已经杀伤了。嗯。岩雀别太放肆了，岩雀。就哎，一起来，死！抓我！你得做好赴死的决心啊，哥们。四杠二。 还行吧，这熊猫的磁铁。走吧。单杀两次，一杯啊，完成双杀。 反正还得死，我马上六级了，他还得死，看他上不上。完了，完了，真对我现在，走了，不给机会了。
皮肤还行，龟身挺可爱的，还可以吧。下了，我也得去。烫死。OK。皮肤值得入手，可以买，手感还行，手感不是很差，还可以，你就买吧。我来上了，把你抓了。我来吧，我来吧，你跟他打，先别跟他打。没月吗？他没大，没闪现的。月塔，你先消耗一下。对，拉过来，拉过来。你的月，我来扛，我来扛。打，我来扛。不还是我在扛吗？我在扛呀。你在扛。我给对面助攻。是吧，我给喷了，我再扛呀，我再扛，然后我一起来，然后你再扛他。哦，那可以。这潘森废了，他这样买鞋子，他这波上来也没人投。哎，他这个鞋子是什么呀？就是武术鞋，他回城加速。哦。威鲁斯有点小肥，走了好像。我准备好了。弹幕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唐米，唐米是什么？不知道，那不知道。这卡米也变成唐米，小唐人吧？不是不是，就唐僧的那个唐。那不知道。算了，啊，哎，你怎么扛死了？我怎么死了？你扛哪扛死了呀？哦，这么奇怪吗？不是，没事没事。太抽象了，太抽象了。我也没有。不急。海底去吧。你先补刀呀，你怎么三个刀？来。我还没补刀，我打架呀。不是打架重要，你把刀补一下，刀有点就行了，有点你觉得呢？也行，对，就是没有道理的，我说的，我不行，我得认真一点，
不死了。感谢熊猫的 CT。才能论定。还真没闪现吗？我也大意了，这不。这男生也挺忙的。哎。漂亮漂亮，打赢了！不打不打！哇，你想勾谁啊，哥们？你跟勾到我们也打不赢啊，感觉是。我觉得可以打，我可以踢，你觉得呢？踢，但他们走了，算了算了，下一波吧。我时刻关注你。这屏幕感觉，屏幕感觉还行啊。我用不难用，我到现在用起来，比之前那个什么小恶魔宇航员好用多了。有个小学生的感觉，你回身，回身立正了。他这个皮肤平安怎么感觉有一股那个赏金的那个勇士派对的平安的声音，真的，你们听到有虚空好用吗？肯定是没虚空好用，虚空是无法取代的，虚空你知道吗？但这个也可以了，手感不错的。你打吗？打呀。哎哎，什么？你也好抽象，没译过来吗？不是不是，我译过来了。没有啊，我看见了呀。我刚译过来，怎么又被卡了一下呢？我感觉我被你传染了。林总也抽象了。没事没事，先死吧。狗熊是不是还死了吗？那说也杀没杀？也不是没有道理啊。那我3.0，那我就问你，我的分有没有加吗？那确实，你这把应该不至于3.0。你现在9个助攻，你这把灿烂面还可以。我们有一说一的。那不能干谁是不是？嗯，是一个灿烂面，你知道吧？无敌。感谢100个的磁铁，感谢0的磁铁。我靠，上来就抽到一个守护吗？你牛呀！感谢0的这个出外守护呀！往下的月下，祝老板培养连胜，祝老板天天开心啊！感谢0的出外守护，感谢感谢。熊跑了，来来来来来 ，OK， 好、啊、一个大青蛙。黑暗收割不行啊，黑暗收割好垃圾啊，鱼人，你对线都换不了血了。你触发一次那个收割，半血一下才能触发，而且你还冷却还久，如果不击杀的话，你那还久，太久了。应该是没大的吧。看他上一波放过了，跑不了这么快，反正带走。来，你还闪现，我先走吧。
没人我就走了。An ally has been slain. 我准备好了。Legendary.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Double kill.吓得人慌了。想看戏法吗？行了，我得猜一下吧。那我能。接着猜吧，到每一秒。潘森可以猜，你觉得呢？潘森出来了，哎，潘森带狗熊出来了，不去了。因为我手里三千块钱，我得消费一下。出来，狗熊出来，我可能杀不掉他。出来，潘森。把他带，把他带，他不要死。我感觉这个皮肤在河道应该更强，青蛙皮肤。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狗熊，狗熊在后面。鱼雷。可以。点了，这把我们打的还可以啊，我们中线这把挺C的。